今天被老公整了。哎，我家那头猪怎么没声音了？人去哪里了？哎，你还躲这里来了？大家看，大家看，看一下这个人。我说呢，怎么半天没有动静了？原来在这里偷偷做俯卧撑来了啊！不行啊，不就是今天来了一个美女，人家来买东西，随口夸了一下她哈。她说：“哎呦，帅哥老板，你身材那么好，高大威猛，就是比我那个男朋友小肚腩大了一点点。”你们看她啊，晚上就这么积极在这里锻炼身体了啊！关你屁事！关我屁事！平时我叫你锻炼，你怎么不锻炼啊？平时我有时间吗？啊！人家美女就随口一说，你就像下了圣旨一样，就立马锻炼了，是吧？哎呦，这次我人是不胖的，只是看上去比较壮实，把肚子减一下还是挺帅的。你个臭不要脸！肌肉，肌肉，肌肉，哪有啊？我都没看到，你好自恋啊！你们看。是不是你们男人都一个德行，是吧？你别给我假模假式的，我跟你说有什么用啊？我跟你说啊，那个美女说的没错的，其实我锻炼锻炼，其实就是猛男呀。也就你信，我跟你说，人家就随口一夸，我你买东西啊，人家就是想让你便宜一点，也就你这个笨蛋会相信啊，还猛男，就你那，哎，你看你看你看，就那小眯眼，嗯，大圆脸，还肌肉男。说给谁听啊？哎呦，你这个人就被人家随口夸了一句，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，是吧？那我帅你管你什么事啊？啊，影响到你什么了？我都在角落里锻炼了，都。嗯。我跟你说，你再怎么锻炼也就那样啊，还是那个小眯眼、大圆脸。你看。你以为你好得到哪里去啊？搓衣板。切，我搓衣板，你以为那个俯卧撑很难吗？啊？简单，我跟你讲。那你有本事，你来做，你来做。来就来，来就来。你看好啊，这还不简单吗？是吧？就这样吧，是吧？你会不会啊？等一下，我说一说。可以吧？这要像个蛤蟆一样啊！你太蛤蟆了，你就是蛤蟆。我屁股放下来一点，你会不会做？是不是？手伸直，要伸直啊！现在伸直了吗？不是吗？放平一点啊！啊！你太好了，还是说不完了，做到底。哎呀，我不要做到底。由不得你了啊，下次还敢说不说我？啊？我就要说，该说就要说。对啊，说啊，那你就一直这样啊。你脚痛死了，啊，痛死了！哎呀，干嘛呀你？那你下次还说不说？不说了，不说你了。说声大爷好，爷好，爷好，大爷好，再说大哥好，大哥好，大哥，下次不要再欺负我了啊！累死我了，累死你了。